台北人见识一下这场面。台南是乡下吗？看看这个学校。噔噔噔噔。刚看到的时候，不会很感动吗？学生就是应该在这种环境念书啊。真的有棒棒的感觉。可是呢，我们刚才后门进不来，因为警卫贝贝说，我们今天不准见客的。那我可以询问一下，为什么不可以进去？因为上面规定我们不行，可是我们在前门，好多了，只有给他一个学生证，我们就进来了。酷嘞！可见后门的那个警卫贝贝根本就在打呼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做问卷吧 ，Go Go。